门十三针，真拳结合，精妙绝伦。正可救人于鬼门，邪可控人为傀儡。师父，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啊？师父，师父，你怎么了？真鬼吸过血！有人伤师父！师父！没事！师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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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无忌，你敢伤师父？师父得了噬魂症，我有办法救他，还敢狡辩？变身！门众弟子亲眼目睹掌门被无界残害，遂将无界逐出师门。鬼门下令，日后凡门下弟子若再见无界，必以命搏之，以报是师之仇。此后无界隐于江湖，不知所踪，鬼门也逐渐销声匿迹。多年后，一起红衣女尸案竟令鬼门重现江湖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切，每次都这样。别走啊！走不了，你别走啊！
好了，大家听我说，都不用慌，有我赵孟光赵探长在此，我一定保证大家的安全。生前被人下了阵，死于阴患。你放屁！我哥明明好好的。哎，你干嘛去啊？我哥就不会死。放开我！我要杀了他！够了！他杀了我哥！我会查清楚。哥！是我杀的，你快枪毙我吧！啊，我什么都认，我什么都认。对，人是我杀的，真是我杀的。这么多玉玺，让我看看你的真正死因。都说了，说他呀，本来是要去车站的，结果呢，在街上迷了路。这时候啊，孙六正好路过，他就想去问个路。小师傅，小师傅，哎，小师傅，请问去车站走一走啊？
探长，嗯，查出来了，那名老妇名叫魏亚花，大额镇魏家村人。此案凶手可能有两个人，剪刀伤是死后伤，死者生前被人下了针，他真正的死因是因脑部受到重创。昨天又去了，哎呀，最近手机背，又输了，真行。赵探长，打开。我，哎呦，什么呀这是？好臭啊，太臭！拿走，拿走，别磨叽。打开，香河旅店。哎，长官，有什么事吗？有没有见过这个人？啊，我刚来这上工，具体的。还得问老板，老板呢？哦，老板在楼上。案件都没查清楚，先关着，提审宋定之去。是，来，把宋定之的牢门打开。宋定之啊，你
还想继续享受你的荣华富贵，那就好好配合我。我可以配合你，但是这件事情了结之后，你也不要再来找我了。脏活我来干，你只要动点关系就行了。谢谢你啊，小伙子。不碍事，您主要是过度劳累了，一定多注意休息才是。谢谢，谢谢。还得麻烦您个事儿，这个村里面有没有一个叫魏阿花的人呢？你说阿花啊？师兄，好久不见呀！为了引你入局，我可费了不少功夫。原来这一切都是你做的。师兄，你不是号称阳城第一法医吗？怎么，你连这个都没演出来？你要是记恨于我，他可以冲我来，为何要伤及我？师兄，乖乖交出鬼门十三针，否则这一针下去，你可会生不如死哦。师妹，师妹，师兄，无痕，你费尽心思想要得到鬼门十三针，究竟有什么目的？师妹，交给我吧。好，那我今天就清理门户。
用针之时，先运一寸。凡用针之时，先运一寸。乃行六阴之术。乃行六阴之术。如觉病微凉。如觉病微凉。即退至五分之中。即退至五分之中。却行九阳之术。却行九阳之术。以得气。以得气。此乃阴中有言。此乃阴中有言。师傅，师兄，师兄，凌云，小心点。跟着无痕来的，他自从做了鬼门的掌门，行迹越来越诡异。师妹，万师兄，你吓着我了。师妹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刚刚路过那里，然后听到有声音。啊，对了，刚才那里有人啊。人？哪有人呢？师妹，你看错了吧？没有人。走走走，回去休息了。我明明看到了呀。我没看到啊。我发现他在偷练邪术岔罗针，但岔罗针并非本门针法，不知他从何处习得。岔罗针，一定把宋令之那小子给我逮回来。是，探长。三起命案无一不是无痕所为，说书人被杀就是为了引我现身，然后欲将孙六之子嫁祸到我头上。杀人了，杀人了！却意外被魏阿花搅局。这是我杀的，这是我杀的。无痕见计划被破坏，便又将祥和旅店老板之死栽赃给我。你只要动点关系就行。不许动！他做这些的目的就是为了将我逼入绝境，拿到鬼门十三针。你是说吴恒为了嫁祸于你，先后对说书人孙六还有旅店那个老板下了那个叫什么针来着？岔罗针。将此银针扎入人的风门穴，人只有几瞬时间可以救治，一旦过了时辰，人便始终陷入癫狂的状态，四处伤人。那无痕呢？他说了。
探长，魏亚华的判决书下来了，两人后行刑。这么快？案件都还没查清楚。上级说这个案子拖得太久了，全城人心惶惶的，必须尽快给百姓一个交代。赵探长，我想见魏亚华。进去吧。坐下吧。人是余望舒杀的吧？不是我杀的，人是我杀的，这事和小红一点关系没有，人是我杀的，人是我杀的，不是，是我杀的。阿莫，为什么你进来这么久，余望舒始终都没来看过您呢？您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呢？这都是我这个当娘的没有用。我那天我就不该去儿子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，新郎新娘敬茶。娘，没想到这余望舒还能攀上叶家，这个你就不知道了吧？他娘，周小云可是商会会长。爹，哎，谢谢娘。多少钱？谢谢老板，四个铜板。呸！慢得像个王八，还敢要四个铜板？穷鬼！穷鬼，乡巴佬，土包子，死穷鬼！滚回老家去吧！看你穷酸样，滚回老家去吧！你看这个死穷鬼，滚吧！哎呦，真有意思，在城里干嘛呀你？滚回老家吧！李经理，李经理，余望舒，走，跟我走一趟。二位警官，找我有何贵干？我问你，三天前的晚上你在哪儿？我是。
替你顶罪，你还是个人吗？你可别忘了，你娘含辛茹苦把你拉扯大，她那脸上的伤是因为救你才伤的。你娘为了你吃了多少苦，你不记得了吗？你连心都没了，留着命有何用？说完了。你可知道，若不是你娘一口咬定了人是他杀的，真以为我们拿你没有办法了吗？师兄，你回来了。你看着无乱的，多久没归置了？知道吗？嗯，邻村那个二傻啊，他结婚了。哟，弄啥呢？晒辣椒啊！你让我来？不用，每次都是你弄，弄完了手就疼好几天。来，我来。娘，我想去外面做工，赚钱。让您过上好日子。好，那你就好好出去闯闯，啊，娘这儿啊，你别担心。这么久了，也不知道小虎在外面过得好不好。小虎，小，是啊，人老了，眼神不好使了。准备。敲门啊！我敲了，有人送来这个。看，娘给你做了肉卷儿。肉卷儿？娘儿舅家杀猪了，拿了点肉，还有呢，啊，都吃了。喏，你也吃。哎呦。娘不喜欢吃肉，你呀多吃点儿啊，回头娘再给你做。
小虎。娘，您怎么来了？哎呀，娘做了肉卷儿，跟你带在路上吃。出门在外呀，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，多注意安全。不早了，您快回去吧，我该走了。哎，怎么了，娘？儿啊，出门在外，如果是想家了，或是受欺负了，就回来啊，就回家。娘啊，永远在家等你。娘能看到你娶个漂亮媳妇儿，成个家，安安稳稳的就够了。做工赚钱，让您过上好日子。您放心，儿子出去赚了钱就把您接回去，接到城里好好的孝敬您。贵妃的心
干出这么不孝的事情，娘对不起。是娘没有照顾好你，儿子让你受苦了，对不起。娘，少官，小心！还有一个人，他就。及时灭族，犯下滔天罪孽。师兄，为了引你入局，我可费了不少功夫。原来那些人都是你杀的。你我同进鬼门，凭什么你是大师兄？还有小师妹也处处向着你。袁天启那个老头把鬼门十三针也传给了你，怎么我就处处低你一等？无恨被贪念蒙蔽，做出大逆不道之事。原来当年是你杀死了师父。当年要不是师父收留我们，我们早就被饿死街头了。那又怎么样？要不是因为你，袁天启那个老头也不会死。当年无恨用岔路阵害死你，如今又杀了许多无辜的人。师父，我定会被鬼门和那些枉死的人讨回公道。弟子无忌谋害恩师，伤及同门，现将其逐出鬼门。我和爹都这么信任他，为什么？百闻不如一见啊，鬼门竟真的存在。鬼门怎么会是这个鬼样子啊？我说宋老弟啊，你们这鬼门……这小子魔怔，我已经崩了。赵团长，他是我同门师兄弟，不要杀了他。
竟对你们也用了插罗阵。师兄，师兄，我们回来了。师兄，我再也不敢了，你别跟师父说啊。师兄，师兄，师兄，走。师兄，爹要是责罚我，你帮帮我好不好？师兄，你看我的针法对不对？师兄，爹来了，快躲起来！师妹，师兄，别管了，小心！残害了师兄弟们。师父死后，他便是你最后的软肋了吧？莫要杀他，别过来！你再过来，我就掐断他脖子。后退，后退！莫要杀他，究竟怎么做？你再敢放手，交出鬼门十三针！师兄，你不能给他，要是落入他的手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现在谁是掌门？能轮到你说话？你住口！你杀了师父，夺取掌门位，残害了师兄弟们，把鬼门搞得面目全非，还有脸说出这样的话？别废话，交出鬼门十三针。你小子挺狂啊！今天我倒要看看是你的真坏还是我的枪坏。小心，没事吧？十二针归真，第十三针呢？不说是吧？好，师兄，那这一岔罗针下去，他可就……五叔。师兄，不能。成为鬼风，邪为鬼影。赵探长。
赵团长，鬼门十三针，生人入阴门，肉身化傀儡。去，赵团长，杀了宋景池。不，团长，团长。师兄，我靠，我靠，我要杀了你。师父生前不是最喜欢他了吗？啊，现在他死了下去陪师父，你应该高兴才是啊。十三针吗？可是你从没好好想过，师父为什么始终不肯教你第十三针？那些针法阴阳妙道都是为了救助苍生悬壶济世，而你为了自己的欲望和目的不惜牺牲一切，毁灭一切，你可曾想过那些被你伤害和杀死的人，他们可都是无辜的。其实这么多年，我从来没有真正开心过。直到之前在刑场上，我看到魏亚华母子相认，我才明白，原来爱才是伟大的，爱是可以战胜一切的。可是你始终都没有悟到。你知道吗？师父也没有救我第十三针。第十三针没有任何的秘诀法门，是要用善心善念才能悟到的。无间去死！事已至此，为何还执笔不悟？心性尚浅，要多向无界学习，治病要治根，做人也一样，根要是好的。师父，徒儿看您近日甚是乏累，不如让徒儿帮您扎几针，舒缓舒缓。
兄，师兄，师兄，你醒醒！师兄，师兄，师兄。师妹，没事吧？臭小子，你刚才怎么不说那针那么疼呢？哎，我刚才站你这道没事啊？你这家伙，你下手太狠了！你，无痕一心想得到鬼门十三针，所以一定会再来找我的。到时候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请你帮忙配合，我们一起来演场戏。我生怕扎偏了，一刀把你给扎死了。啊，不好意思。啊。哎，你俩伤的都不轻，这样，等等，我叫人去。凡用针之时，先运一寸。凡用针之时，先运一寸。乃行六阴之术。乃行六阴之术。如觉病微凉。如觉病微凉。即退至五分之中。即退至五分之中。凡用针之时，先运一寸。凡用针之时，先运一寸。乃行六阴之术。乃行六阴之术。如觉病微凉。如觉病微凉。即退至五分之中。即退至五分之中。老宋，走，跟我走一趟。怎么了？又出人命了。